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天坛公园北门，北门的进口的地方。在我的后面是天坛公园的鸟瞰图。天坛公园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谷的场所。那公园建于1420年，整个面积有273公顷。在1988年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啊，待会儿我们就顺着这条路，顺着马拉松的路前行。谢谢。